香港企业与广州市民的日常生活已经紧紧地扣在一起，逐步的转型成为了一个崇尚原创设计、引领生活潮流的消费类的展览会。时尚香港，时尚香港，时尚香港，全城联动，全城联动。幾好啊！啲檔次都幾高嘅，品種很多，很豐富。已經係第四次參加我哋嘅 TDC 舉辦嘅活動啦，咁反應效果都好好，咁喺國內咧做即係可以提升到知名度咯。最主要啦，其實好多商家都係作為一個品牌嘅宣傳啦。除了通過呢、這個現場嘅銷售之外咧，我哋仲會帶到好多客咧翻去我哋鋪面嗰度噶。有啲比較靚嘅嘢，好似香港有啲廣州未見過嘅咁樣就比較多。呢個潮流展咧，真係帶俾人哋好多新鮮嘅嘢咯。香港潮流商品展好食好玩，喂，想潮啊！好似我咁，快啲嚟啦！